好，在这边我要讨论的是 Form 22022 USA 的 vacancy。So 在这个图，它是 number of cards that have been arranged to form a sequence。OK，我可以看到这边它其实是加四，这边来这边它也是加四，所以我的 P 呢会是等于一加四，就会是等于五。所以我的 Q 呢是13加4等于17，OK。所以我的 P 是5，然后 Q 是17，然后在这边呢，它要我们 state the pattern of the sequence，所以它是重复的加四，什么 add 4 to the previous number，OK，所以它就是 add 4 to the previous number，OK。好，接着 B 的这一边的时候，它是两个 shape of trapezium，然后 A B C D 是 object，然后接着那个 P Q R S 是 image，OK，所以我的 A B，它这个是 A B C D，所以 A 的影子、B 的影子、C 的影子、D 的影子。然后斜的有两条嘛，一条长一条短，都是短的那一条是 AB，所以 A prime B prime C prime D prime。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AD 对应的是什么？AD 对应的是 PS，OK，所以它对应的是 line PS。然后 B 呢对应的是什么？B 对应的是 Q，point Q。OK。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A B C D，在 A prime B prime C prime D prime，我这样做了，我再来看这一边的时候，它就变得简单。好，接着 C，它是 list of number of value of money each package of money received by Amanda during Hari Raya Idul Fitri。哇哦，什么红包有十块哦，哎呦，还有两包、三包50块，好多哦。OK，determine measure of sender tendency that suitable for both situation。Then show calculation to support your answer. So 在这边的时候，它是感觉都很平均的，所以这个时候我用 mean 也可以，mean 啊，主要我们是用 mean 的，所以在这边的时候，我们用的是 mean，OK，适合用的是 mean。所以我要找 mean 的情况之下呢，我是全部加起来，然后再除，OK。所以我在这边，我十块钱的，我 x 是十块钱，还有几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十块钱的有四个，然后接着我15块钱的有一个，然后两个，OK，好，然后接着我的20块的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有四个20块。然后接着我的这个25的有一个、两个、两个，然后接着30的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OK，然后接着就直接是40的，哇，土豪啊，OK，所以在这边的时候，我的40的有一个。然后接着我的50这边呢，还有三个，一二三，OK，所以它这边42424113，全部加上来20个，对，所以我在这边我要算它的 mean 的时候，我就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搜它的 mean 呢，OK，我要算它的 mean 的时候呢，mean 呢是 sum of fx over sum of 所以 sum of fx 的时候呢，是4乘10加2乘15加4乘20加2乘25加4乘30再加1乘40再加3乘50，OK，然后全部再除以它多少个，再加3乘50，所以这边全部一起除，它总共有多少个？它总共有。这一个是什么？四加二加四加二加四加一加三，所以我在这一边，它这个是20，4乘10 40，然后2乘
15×30×4×20×28×20×25×50，然后3×42×120×40×350，全部加上来是510。所以510除以20的情况之下，我拿到的会是等于25.5，所以它是25.5。So 在这一题里面呢，它就叫我们找它的 measure of center tendency。measure of center tendency 呢，在我们 Form 2的时候，我们学三样东西，那个是 Cacheloran、Mermusan。OK，So Mermusan 中间这个就是它的中间在哪里？OK，它的中间在哪里？就是 center tendency。So center tendency 呢，我们学三个东西。第一个是什么？mean，然后还有 mode，然后还有 median。OK，mean 是什么东西呢？mean 是平均，然后 mode 是什么东西呢？mode 是众数。OK，然后众数，然后 median 是什么呢？median 是中位数。OK，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在小学都有学过了，只是来到中学的时候我们用英文来学而已。好，接着我们再来看 D，还有我们 determine the new measure of center tendency the suitable after receive 300 from grandmother。哇，他妈我让他外婆给他300了。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是比起别人大很多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做 extreme value。所以这个有 extreme value 的存在的时候呢，就不适合用平均了。这个时候我们用 median 中位数，OK，所、so, 以这一个我们用 median，为什么用 median 呢？然后这一个什么because，OK，RM 300 is extreme value，OK，300是 extreme 比别人大很多的号，OK。就好像我跟比尔盖茨两个平均上来身家有几亿这样啊，然后我连100万都没有的那一种，哇，可是我跟他平均上来有几亿，那这个东西就是被平均了。所以很多时候呢，他们讲那个什么一个国家的那个财富啊，或者是讲公那个人民的工钱呢、啊，他不是讲那个平均的。还是讲中位数，OK，因为他讲平均的情况之下呢，有那种上市公司的大老板的那种的 CEO，他那工钱高高，把大家的平均拉到高高，这样就不对了嘛，OK，那300这样拉一下就高高了嘛，OK，好，接着这一题还要我们 simplify 这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在这边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分母一样嘛。我就有6+2y 再加2y，所以它会变成6+4y。然后我看到全部都是二的倍数的时候，我把二抽出来，它会变成3+2y，对吧？然后1、2、2、4、2、8，所以它的这个的答案呢，就会变成了3+2y 的四，这个就是它的答案了。好，在这一边，它是一个圆圈，center 是 O，它告诉我 B 去 D 是4，这边是4，这边是4，然后它要我们找 axis of symmetry，axis of symmetry 就是 diameter 啦，COE，CE，line CE，OK，so 它这一题是 line CE，然后它说跟 O AB 同样角度的是什么？那就 ODB 咯，就角 ODB 咯。OK，好，角 ODB。然后接着他说 length of AD 的长度，AD 的长度就等于2个4就 8cm。OK，4cm 直接是 8cm，这反正是一分题的情况之下。应该都是不需要步骤的了，好，就是这样。好，在这一边，他说希望呢买了 cube shape 的 box，
来 fill in 它的 pyramid shape 的 toys。然后 the box can hold six pyramid of the same size. The base of the pyramid is equal to the base area of the box, while the height of the pyramid is half of the height of the box. OK，哇哦，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它就可以把它合成这样。So 什么？Based on the situation above, prove that the volume of pyramid 等于三分之一乘 base 乘 height。OK，所、so, 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这一个是它的 h 来，OK，这个是它的 h 来。然后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它的这一个东西，它这一个是。这个是 h，所以它的这个的高度是 h，然后我们有长跟宽，所、so、以我有 length 跟 width，所以在这边我的 volume for 那个 cube 呢，会是等于 length 乘 width 乘 2h，所以我的 volume of cube 呢是那个2 length width。So，我在这一边，我的 volume of cube 呢，会等于6个 volume of pyramid。所以我的这一个 volume for pyramid 呢，OK，所、so、以我在这一边是这样，所以我的这一个 volume of cube 会是等于这一个东西，这一个是 volume of cube 等于这一个东西。然后，所以我的这一个。volume of pyramid, volume of cube 等于六个 volume of pyramid，所以我可以说我的 volume of pyramid 呢，会是等于 volume of cube 除以六。volume of cube 是什么呢？二乘 length 乘 height，然后再除以六，所以122326，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了，然后我知道 length 乘 width 呢，我在这一边我知道。length 乘 width 呢，其实是 area 来的，所以它会变成三分之一乘 a 乘 h，就它就是三分之一 of base area 再乘 height，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 volume of pyramid 等于三分之一 for base area 再乘以它的。就是这样。好，接着 D 这边，diagram below show a Cartesian plan for a transformation. Describe in full the transformation. 这一个呢，它是照镜子，然后它以 x 轴为它的那个的 axis of refraction。So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说它这一个是 refraction。OK，in the x-axis，OK，、okay, 它以 x-axis 来反射，所以这个是 refraction in the x-axis，这样，这是它的答案。OK，然后它的那个马来文的话呢，就是 Pantulan dalam paksi，OK，paksi。好，在这一边，它要我们找三个 common factor of 5G 跟25。OK，all the common factor of 5G 跟25。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5G 是一乘 5G，还有5乘 G，25是一乘25，25，然后它们一样的有什么？它们一样的有一，还有 G。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的答案是一跟五。OK，好。然后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它是 AB 在这一边，它要找 distance between point AB。这一题呢，它有两种做法。OK，第一种做法呢，是我们直接用 formula 是怎样呢？就是说我在这一边我要找 AB 的情况之下，我的 AB 等于 square root of 那个八减减四的 square 加一减十的 square。
OK，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它是12的 square 加减9的 square，然后我拿到的是15。OK，然后在这边它还有另一种方法是减4十，然后八一，所以它这边是12，然后这边是9，所以我的这个 AB 的距离呢是直接 square root of 9的 square 加12的 square，然后我拿到的是16，好，就是这样。好，接着我们看第三题的 C，这一边它有三角形 ABC。然后 BDC 是平行于那个 X 轴，B 是减了 2E，所以在这边减了 2E 是向后走2，向上走1。然后降 C 这一边的时候呢，它其实是 7E。OK，然后这一边我这整个其实是9，因为7减减2是9。OK，他说 BD 读 DC 是2:1。说我的 BDDC 是2:1，然后我的这个整个 BC 是三份，是9 cm，所以这边3，这边6，OK，好，所以它这边7向后走3的话呢，7减3，7减3是4，7减3是4，所以我的 D 呢是4E，OK，它要我们找 D，然后之后。再找 ABC 三角形 ABC 的那个面积，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我的 D 呢是4逗号1，然后它有讲 A 是在哪里吗？它的 A，它 assume 它的 A 是在 D 的准准上面呢，OK，所以在这边的时候，A 的话呢，它是4逗号。OK，好，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我的这个高度五减一是四，所以这个的高度是五减一四，然后它的 base 这边是九，OK，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它的 area 呢是1/2乘九乘四，所以它这一个会变成18 unit square，好，就是这样，好。第三题 D，那这一边是 J 是在 AB 这一边，还有我们 state the image of J under the reflection of line AB，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这边写一格，写两格，写一格，写两格，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这一个拿到我的 J prime，所以我的 J prime 呢，还要我们找它的 coordinate，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那个 coordinate 写出来，所以我的 J prime 呢是。减一逗号减二，好，就是这样。好，接着我们来这边看一的这个部分。So 在这个图呢，它是 polygon ABCDE，在 square grid，它要我们画 ABCDE 的 polygon 的 image，然后反射在 PQ 这一边。So 斜半格，斜半格，这个是 A 派，然后再斜多。一格，这个是 B 派，C 这边斜一格、两格、半半格、一格、两格，所以这个是 C 派。然后 D 斜一格、斜两格、斜三格、半半格、一格、两格、三格，所以这个是 D 派。E 一格、两格、半半格、一格、两格，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个是 E 派。所以我们在这边，我把这些点连接起来，A、B、C。第一，那接着这个就是它的答案了。好，接着在这一边，它是两个长方形 KLMM，然后还有 PQRN，然后在这边它要我 express the perimeter of shaded region，突黑部分的 perimeter in term of x，然后它还要我们做 factorization。OK，so 这个是 x。这个是 3x 减一，3x 减一，这一边也是 3x 减一，这个是 x 减三，这个也是 x 减三，所有的 perimeter 是 3x 减一再加 3x 减一，然后再加 x 减三，再加 x 减三，这样，
so 我们放括弧啊。所以有一些老师他可能会写二括弧三 x 减一这样，我觉得那样很麻烦，我直接把这些全部加上来，三四五六七八八 x，然后减一减一减二减三减三，这样就变成减八好咯。所以我把八抽出来，x 减一 cm，这个就是答案了。好，接着在下面这一边的时候，他告诉我 q 是这一个。y 是这一个，x 是这一个，它要我们找 q，所以我的 q 等于五二，然后五减三，所以我在这边五二五减三的时候呢，五二十，然后五减三二，所以它答案是20。OK，so 在这边呢，我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它有 y 等于二的时候，有 y 的地方。我就放二下去，然后 x 等于五，有 x 的地方我就放五进去，OK，这一个是五，就是这样。好，接着在这一边，它的缝隙是 2x，然后 domain 是 e5，所以这一个地方它做错了，它应该是四来的，OK，224嘛，四二八六二十二。二八十六，十二二十，这样，OK，好，所以在这边的时候，我的 K 呢是六乘二，十二，然后我的 L 呢是十乘二等于20，好，就是这样。好，接着在这边的时候，它 represent the relation of the set given in the form of order pair and equation。So 在这边的时候。它是 R 是一二三四五，然后 S 是八十六二十四三十二四十，它是 multiple of 九吗？哪里是 multiple of 九？它应该是 multiple of 八啦。OK，188286384482540啦。所以 order pair 的时候呢，它就是182163240。四三十二五四十，好，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它的 equation 的话呢，就是我的 fx 会是等于八乘以 x 八 x，好，就是这样。好，e 这一边呢，它 diagram show the distance taken by Anas from station A to E，它是 uniform speed 嘛，span 2 k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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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边五分钟、八分钟、14分钟、20分钟，OK，这样它都没有一样啊，要五十、十五、二十，这样它才是吗？OK，然后它的这一个的 10 是吧？这一个是 non-uniform speed 啦，所以在这一边它这一个是什么？Anas。Run at non-uniform speed，OK，it takes different time to complete same distance，OK，所以它不是每一个的时间都一样，OK，所以它第一个 2 km 用5分钟，第二个 2 km 用3分钟，第三个 2 km 用14分钟，那个就八十四，如果它在这边，如果我讲八减五的话，它就三，然后14减8的话是六，然后20减14的情况之下，2 km。什么啦？5分钟跑2 km，哪里可能？好心。OK，然后这一个是，也是6分钟。OK，好，接着第五题 A，还有我们 name the shadow part JOK，然后还有 MP。JOK 的情况之下呢，它这一个是 sector。OK，那这一个叫做 sector。
英文或马来文，它叫做 sector，OK，sector minor 这样的东西，OK，所以英文的话，它叫做 minor sector，OK，MP 的情况之下，它没有经过那个center，所以 MP 的话呢，它是 core，OK，马来文的话呢，它叫做 perintah。OK，PERENTAS，OK，好，接着在这一边，它是一个圆圈，它 center 在 O，还要找 E 跟 F 之间的关系啊，E 跟 F 有什么关系哦？F 是 center 来的啊，然后除非他讲他的这个 F 是他的 radius 啦，这个是 F 啦，so E 是它的 circumference 啦，我们知道 C 等于2πr，OK。Okay? 所以我的这个 E 等于二派 F 咯，OK，好，然后 E 是这一个，F 是21，OK，然后还要我们找这一个东西。等一下啊，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发现到一样东西，我通过 schema 发现到它的 F 其实是这一整条东西是 F。所以这个其实是 diameter，然后这个是 circumference，c 等于派 d，OK，所以 e 等于派 f，所以它在这边它要我们 prove f 派 if e 是这个，f 是这个，所以我的派呢是 e per f，所以它是 e 是65.989 per 2e。所以在这一边，65.989除2e，然后拿到的是三点多，OK，所以它的这个答案是3.18，3.190啊，65.989，等一下我这边写错了，那这个是65.989。OK，然后它在这边是3.142，OK，所以它在这边的时候，这一个它是3.142，好，接着我们看 C 的这一边，diagram below 是 polygon P 还是 image of P，under translation，然后它要我们 describe 这个 translation，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这个点。它原本是在，哦，是3.5，它在这一边，它这个原本是13.5，然后过后呢，它的高度是7，然后它这个点呢是6.5，然后7，好，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个不是7，这一个是9，这一个是9。所以我的这一个是 object，这一个是 image，所以我的那个什么 image 是 translation，object 加 translation，所以我的 translation 是 image 减 object，所以我的 image 是什么呢？我的 image 是6.59减这一个是13.57，所以我的 translation 是这一个6.5减13.5，这一个是减7，OK，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它的 direction of movement，distance of movement，vector，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它的 direction 是什么？向后再向上，然后它是 two unit to 这一个。So vector 的话是减72，向后走7，向上走2啊。OK，减72，减72。OK，然后在这一边它是direction 的情况之下，就是7 unit to the left，然后 two unit upward，OK，
So distance of movement 的情况之下，将是 two unit 的 upward，然后 seven unit to the left。OK，so 这个是二的，然后它的 movement 是 to the left，然后 upward。OK，to the left and then upward，to the left，然后 upward。这个是 E 的答案，这个是二的答案，是这个。三的答案是减七，向后走七，向后走二，减七二。好，在这一边它是一个 polygon，这一个是 image，然后那个这一个是 object，然后它在这一边它 state the angle of the direction，angle 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location。In the answer space，所以这一个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原本是这样了，然后我们转90度，它就变成这样。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它是这样转过来，然后它这一个 angle of direction 它是90度，它的 direction 呢是顺时 clockwise。OK，所以它是90度 clockwise。OK，马来文的话呢，它是 ara jump。90度阿拉江。好，接着我们看第六题。第六题的情况之下呢，我这一个它会变成 x 减三的 square。OK，x 减三的 square 就是 x 乘自己两次咯。然后 over 2y 除变成乘，后面的倒反过来，x 减三。所以我的 x 减三跟 x 减三可以约，y 跟 y 可以约。所以我剩下的答案是 x 减三 over 二，这个答案是 x 减三 over 二。好，接着下一题这一边呢，他说，the price of durian 是 three times the price of papaya。OK，然后55元他买两个 papaya 跟一个 durian，然后 the balance of five is safe if 他有110。他买两个爸爸一样，然后多少个榴莲他可以？OK，so 他有55块，他在这一边减掉5块，所以我的55减5其实是50，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榴莲呢，OK，他爸爸呀呢，这一边爸爸呀是 x，这样榴莲呢其实是 3x。所以我在这一边，他买两个爸爸呀，2x 加榴莲3x 等于55，所以我的5x 等于55，所以我在这一边我拿到我的 x 是11，所以我知道爸爸呀是11元，这一个是33元，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哎，不是55元，他在这边他用的是50元，不是50元，50元，所以5x 等于50，所以我的 x 是10。所以在这边他有100块，他买两个爸爸呀，二乘十是20，然后接着100亿减掉20，剩下的是90，然后90除掉30，这个是十，这个是30，所以他就是3粒榴莲，好，就是这样。好，在这边他要 state 多久呢？Because characteristic of the 3D object flow。刚才那个 bargain B 还是 bargain A 那边都有讲到这个东西好吗？就是有两个那个 circular 的那个 base，然后还有一个 curved surface。让这个东西重复问了，我觉得它的这个题目。So 它有 two 那个 circular base。然后过后呢，它还有那个one curve surface，然后在这边还有我们 factorize 这个东西，我可以把3抽出来先，然后呢剩下的是 x square 减 9y square，所以这个 x square 减 3y 的 square，所以它会变成 3x 加 3y。然后 x 减 3y，就是这样。所以我在这边我就把那个2022年 from 2USA 的 bargain C 讨论完。